我又来吃丑苹果了，这个苹果长得不好看，但是它真的很好吃。汁水特别的多，我吃的这个是中管。果肉特别的细腻，汁水多，脆甜还无渣，9.5分甜，1分酸，0.5分酸，不会算数的。喜欢吃苹果的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大山东的丑苹果。它这个皮儿也特别薄，你根本都不用削皮，你直接吃就行。咱们发货都是那种小礼箱，而且苹果都是一室一厅来的啊，小泡沫箱。你看它里边，就感觉那个汁水都往出溢的那种感觉。这个中果就赶上咱平时买人大果大了。在产地给咱们直接发的，它就是新鲜呀，老好了，你看，老水灵了。咱们自己平时买不好这种果蔬的，你就来上一单，在咱们网上买东西，你要是坏果还包赔，是不是多好呀？嘎嘎甜呢！真的是脆甜多汁儿，果肉真的老细腻了，姐妹们，口感味道，完全拿捏了。